怎么能苹果连命是好，让他留在我身边呢？你这是在玩命啊！骗人不是你教我的吗？现在雷鸣石猴已经为我赴汤蹈火了，就等他回来，我再略施一点小计，这样他以后都不会再离开我了。你耍的是什么计？美人计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不需要再见面。也有人说，他早已经灰飞烟灭。